What badminton brand do Chinese players like best? Let's go ask them.你最喜欢什么羽毛球品牌？品牌子。李宁支持国货。好。尤尼克斯。品牌尤尼克斯吧。牌子没有多大讲究哎。没有吗？李宁。啊。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，就差不多了。没有最喜欢。没有最喜欢吗？就便宜的。好，我喜欢便宜的。拍子啊。Yeah。 哇，没有想好哎。拍子。凯利博，韦氏。不是巴布拉吗？现在没有，因为不在中国销售。什么？胜利。就是李宁。李宁。鞋。李宁。衣服。李宁。是吗？鞋子啊。尤尼克斯吧。鞋怎么样？鞋也是卫士。卫士。卫士。喜欢歪歪的。歪歪的。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。鞋是歪歪的吧。歪歪。鞋也是胜利。也是吗？也是也是。鞋子啊。鞋子。都还可以啦，我一般都是穿尾数。好，然后鞋，李宁支持国货，然后衣服，支持国货，衣服，这种就最帅的吗？对，穿起来很帅的。这个 ，Uniqlo， 你最喜欢哪个衣服 ？YY，YY，YY， 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。衣服啊，当然是李宁了。我是老板们那里买的那个。哪里买？你有喜欢的衣服吗？衣服也没有什么，都差不多了。衣服李宁，尤尼克斯。然后球还是尤尼克斯。你是有钱人吗？虽然我这用的不是尤尼克斯，因为太贵吗？对了。这个衣服是真的 Yonex 吗？这衣服应该是真的。应该是。球。球歪歪的吧，南极风啊。南极风。他是来大风高的。球也是李宁。是吗？不是南极风。南极风，对。球的话比较多。比如那个稳定的是05的歪歪05。啊。还有一些现在的一些新的一些小的品牌。小的品牌也还不错。球是歪歪零五。球都可以了。都可以，没有最喜欢的吗？就是歪歪。歪歪太贵了。太贵了。也没有。没都没有吗？随便打。都可以。都可以。球也是喜欢，有时候应该用那个。哎呀，我想想，那叫什么嘞？叫什么？胜利？不是，我们经常用的七号，我们几乎没见过。没见过？没见过？很成熟啊。亚斯龙。亚斯龙。亚斯龙，最好打。